民国十年呢，今年刚好台湾岁是90岁了啊。哦，来，我来帮你印一下。不好意思，没关系，没关系。意思就好了。来，要认真洗啊，不能洗意思了。卷起袖子，彰化县大家长主播院士邦今年90岁高龄的独居长辈来洗脚，表达重阳敬老之意，并利用机会呼吁子女奉养要以谦卑的精神来孝顺长辈。另外也用洗脚来引申，表示公职人员服务社会大众也要谦卑服务的精神，将每一件公共事务做到最好。同时希望借有99重阳活动宣扬孝道，重视老人，并祝福所有的长辈重阳节快乐。我们是一个弘扬孝道精神的社会，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重阳节我们发放敬老礼金代表我们对长辈对老人家的感谢以及敬意那我们今天也举办洗脚的活动让这些老人家的子女家属来帮长辈洗脚。洗脚是一种谦卑服侍精神的表现我们希望呢全体的公职人员在服务大众的时候都是可以抱着一个谦卑服侍的心来做好应该做的事情。县长表示，彰化县发放重阳敬老礼金，代表县府行政机关对长辈们表达尊敬与感恩之意。目前礼金已经增加到1000元，现在县府认真拼经济，地方也越来越繁荣，未来财政有余，敬老礼金会再加码。就很好，很好，对，很好啊，很好。有跟人家洗过脚吗？这个金兰弟也是，过去的事情都忘记掉了。没有这么大的人物来帮你洗脚，对啊，我都不好意思，真的。就感动，感动。准备今天有一些话放在里面。有了，有。你打算怎么样？打算就省委会吧，有很欢喜，哈哈哈。对，未歹。感觉咱社会，咱中华关的好会使啦，县长上任后极为重视各项老人福利的推动，除了调整敬老礼金的发放年龄与金额之外，县府也增加对老人活动经费的补助，致力老人文康中心设备的改善，建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与医疗服务网，提供老人免费乘车的阳光一游卡，并持续举办卡拉 OK 比赛、老人捶球比赛、老人才艺表演等联谊活动，希望透过各项充实健康愉快的福利活动，让每位长辈都能享受老年健康生活的乐趣。